早上的7:14，我要出发了。到了机场之后才发现自己从早上到现在一直没有吃过东西，现在时间是2:38了，那大家是赶紧先吃一下小杨生煎。我觉得挺独特的 bush， 还有一些挺好的布景。这一次的展会呢，也看到很多霓虹灯的这个布置，其实我觉得真的很帅，上面有很多不同品牌的 logo 啦。品牌名称啦，这样子你可以看看有没有一些你认识的品牌。
kissing in a wave, kissing, kissing in a wave, kissing, kissing in a wave. I need that black card in the cold to the safe, cold to the safe, cold, cold to the safe, babe. I show 'em how to network, but that Netflix and chill. What's your net, net, net worth? 只差一点点。 Oh my God, those words are devilish.展会上面呢，买东西呢还是挺难买到你想要的，不是因为说没东西买，而是说可能太多你不知道选什么好。我就买了一个小手袋啊，这 Caros 跟小狮子联名的一个现场限定的款，我觉得啊很清新。然后去了一趟 DOE， 买了几件衣服，一件 T 恤是他们夏天的时候就华服尼亚，很喜欢这个图案。帅，还有一件风衣呢，就是 Nike 的这个ACG， 一个半拉链的，我觉得无论是下雨天穿，还是说平时有点风的时候做风衣也是非常棒的一个配色。还有就是买了一双鞋子 ，Consortium 系列的老爹鞋有个绑带。后面会给大家做开箱。那如果喜欢我视频的话，记得点赞分享出去，给我一条龙，关注我的账号。我们下期再见。